真奶还是真奶，台湾最具代表性手摇饮在 Twitter 疯狂大洗版，反击 WHO 秘书长谭德赛狂轰台湾 Twitter 贴文热门标签 This attack come from Taiwan， 网友展现创意无限，热腾腾的蚵仔煎、夜市小吃卤肉饭、臭豆腐，甚至一大碗芒果冰，吃进嘴里能融化你心的，都成了台湾攻击武器。网友喊话要谭德赛快来看，嘲讽写下疫情结束后欢迎来台湾，因为台湾不止好吃，照片满满满。不论是都会区台北101烟火秀，还是好山好水浮潜在湛蓝海域，甚至风向看日出闲情，都是台湾攻击利器。婚姻平权亚洲第一，也是台湾最佳宣传。网友更 po 总统和爱猫照片反击，谭德赛挑起战火，反而让世界更认识台湾。民众大酸，三个月前谁认识你？那时候大家还忙着总统大选，虽然一月确实有骂人，不过那时候骂的是黑人与泛泛。民进党民代也用英文发声，大呛谭德赛。This is a message to WHO, to Tedros at Hana. You owe us and the whole world an apology.For your malicious slander and very, very incompetence. You're not dodging any bullet by bullying Taiwan or any other smear tactics. Be responsible and do your job.美景、风景、防疫成绩，网友加入串联超过10000则贴文，绝地反击。当初台湾无视你，才能做好防疫；至今人民才能享受美食美景。三立新闻，方文山金，特报道。